是现在跟麦克还是没有性生活？最近是没有了，不过他最近一直有称赞说 ，baby 你看起来好年轻哦，感觉他眼神已经有那种浴火重燃的感觉。刚在搞笑婚礼上说，啊你就是没有追到林夕的，你有生气吗？没有，他因为他是开玩笑，他是当真的是才30年前就认识他，可是应该是没有追了。哎，我也不确定，应该是没有追。因为搞笑婚礼上面听到搞笑的爸爸说希望他儿子可以添丁，然后网友就讨论很多。你有没有听到这句话？我有听到添丁，我还想说他是要讲廖添丁的故事吗？他爸爸是一个很随性、很豪迈的人，就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，发大财啊，天丁啊！我想说，那廖天丁吗？然后他们说天丁，然后我想说，哦，这是每个长辈都会讲的话吧？早生贵子啊，什么之类的。那也蛮多人都替他们感到觉得不太不舍，因为他毕竟年纪已经51岁。我觉得根本不用管他们，就是长辈一定会讲的话就是那么几句，就祝你们幸福吧，大家健康啊，然后早生贵子，让我抱孙啊。其实他每次在很欢乐的情况之下就会讲这种话，私底下我相信他们都不会给对方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了。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不用管任何人别人的意见、建议、想法，就是用他们的生活相爱，用他们的方式生活，用他们的方式相爱就好了。